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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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再拿两分，百超，百超拿两分，六比三，上半场真够。烟边嘛，连着收，然后来抓着念就来打。对，念就不想跟他对了，对，想去可能缓冲一下，但是回来回头还是没有打掉这个安可。安可看打完之后还有很多血，花了大概30左右的 HP 是吧？念就给打掉了。第三头抑郁，第三头抑郁。安可的一个状态是太没了呀，启涵，别抽了，启涵，忍一忍吧，今天风头不对，继续的控。这应该是三回合吧，都是。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，喜欢漂亮。来听一下，这把仓库里阵型，我要往出走啊，走不了。但是感觉还是那个告白十连抽好抽点的。嗯，咱们中门也小心点出来的啊。嗯。嗯。来，相扶的英官吧。人仓库对了。看一下冰仓的一个阵地战。往仓库里赢，往仓库里赢，别在这等了。嗯，要有给刀具的呀。一个两个，两个。武器漂亮。直接就拿枪进去吗？是李星日直接拿枪进，是直接掉了。安可又杀了一个，安可好像还想有想法。感谢启航的一个水晶马车，感谢启航。来了吗？启航大气。啊，念就出去了，念就回去了。两个抢枪点，抢点大抢点。白沙现在除了沙丘，白沙应该说除了港口，啥图都强。因为刚才马哲已经说了，往这个仓库里赢。对。但是这个赢好像就缺一个道具。不知道。缺个道具就舒服了呀。对。别管有没有颗背闪。哎，启航，启航大气。我看一下道。启航上了。时间差，时间差。还是 first 的。小道一个，小道掉。实心。一道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锁敌，让他上来，20多秒。没时间了。你现在不用漏，八哥让你漏，打到点你再说啊。我先打，你就打。来了。直接收掉，4-4。所以说现在在打两头的时候，枪一更能刚得住。如果刚不住的话，就是给对方机会。对，还是安可吧。对，安可如果不按住那个，可能这边哎，听一下这边交流吧。不会出，他不会出，没封烟。不会出，没封烟。没来。小刀要往前溜达了。小刀哪里啊？小刀下来了，就脚步确定。咱轻闭眼啊。桥下来了，脚步。大院的后。左门有一个。小刀口下去对面，想贴桥，想贴着，全四五下之类的，加油全盲点，跟我来一下吧，清一下吧，来个 B 包，武器去啊，好 ，First 的主动了，给烟，这个烟他们给的很稀，切红切，能反抽一个红切，没有，想贴桥，来，小刀排眼睛，就上小刀打的这个 A 区来。好，那什么，咱们可以硬着打。我给你点下。对，跟他们讲下来。没有，先把地区或者是小道咱们勾，你们都小心出门是小心点，好吗？小道小心有，等人。东西没少。我有一下，我打。你点不好。我啥都没教过呀。嗯。